你带出去，没带回来的可多了。来呀！这是不是共产党？报告队长，子弹打了200多颗，才取消那么全队长突然处置啊！这个队长是赔钱，其他都不会。麻烦你不要影响大队运作，学长不要再碰飞机了。快，快，快，这台快车！我不是共产党，你是。他说你们少队长是航校之耻，逃难逃得出卖自己的老队长。